各大王，别慌，今晚桃园高铁站前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哦。西里，全球知名的台湾灯会首度在国门之都桃园市举办，而且桃园有多元的美景与美食，白天可畅游23家产业文化馆，体验 MIT 特色产业，夜晚大家就来台湾灯会欣赏美丽的花灯。报告大王，那我要赶快拍下现场漂亮的花灯照片，用中华电信的4G宽频服务上传打卡，分享给我们在花果山水帘洞的朋友们，同时提醒他们请跨 MOD 电视转播。去年交通部观光局创下千万来台旅客佳绩，今年台湾灯会由我身怀72变绝技的齐天大圣领军，绝对让大家目不暇接，赞不绝口。接下来请欣赏璀璨亮丽鸿运齐天竹灯秀。哎，谢谢。